哇，一百分！哇！明朝这边吗？对呀、啊，明朝这边吗？我以为明朝是内湖的。礼拜五来，礼拜五吧。礼拜五是晚上，但是我改到早上，因为明天是跨年。所以明天是早上这边哦。对呀、啊。是吗？我差点记错了。你有报名吗？我三天都报了。哦，对、啊。我四个位置都报了。我忘了。那你忘记了、哦？太多天了。我怎么？其实我前一天晚上会看。明天是早上。等一下跟我回家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在前面就可以睡了，我干嘛？早就到家了。少一个呢，七月七个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来啊？来啊！那你不说，你等下打就不行了。要孝双倍都不打了。我们已经他妈连续打两天七夜。你要连续打跨年，你要打四天啊？打四天。我回去要等他泡澡。骗的，没办法，这种车等死。没办法，不要被骗再说。他不是说他反手，我是一开始被抄出来的。反手，他反手打的，打太好，他好顺，反手攻超顺。哎呀！等一下。哈哈哈！哦咦！要不要把你打进去？小姐。会打到别人啊！他那天也被打，他也被打，被谁打？被你打。打也没有啊，没有打到你脸，打到头而已，额头还好，额头是最硬的，所以还好。那个是无差别攻击，在空中你就随便往下打，根本没看啊，勾下来就对了，就直接勾啊他。我只看你腿就往下勾了。这个枪手等一下让你打，就在那边瞄准要超打，他打不到啊。
一个人站在原地，你要打到他，直接挥拍打都不容易打到，直接打到额头不容易，打其他身体可以，但只要打额头，你没办法。喝了令酒，今天好累，因为打太多场，平常两倍。那你们怎么说？我好累。不会啊，他们上礼拜他们就连续打，打那就 OK 了。对啊，他礼拜四来打都有遇到这样。不是那两个累，那两个累，对面那两个不是。一直打当然累啊，拉球也是会累的，拉天天拉很瘦的，冠军拉一拉的时候，热身完的时候，因为他脱了，快要脱了，他脱外套，脱那个外衣就是，他是真的脱外衣。难怪我们打都没有输，都被他电惨惨的。不接，他的正手打右边，反手打左边。摩尔定律，他不是摩尔定律，摩尔定律还遇到那什么电子碎砖理论，他这个完全没有电子碎砖理论。这属于毕氏定理的一种，三角毕氏定理的一种。